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 ，Eustalagomidas Corn Smut， 我中文叫做玉米黑胃菌，是一种粟米里边一种嘅毛菌。Eustalagomidas 玉米黑胃菌呢、这个疗剂咧，我哋观察到如果系有啲怀孕嘅动物。是吃这些粟米，而这些粟米是有感染了这些的菌黑胃菌，这里它就很容易就会流产的。还有呢 Rollin 这个医生呢就观察到那个还有出现头发的脱落，甚至有时候那个牙齿啊这样的脱落。有些炉呢吃这个这种的粟米呢是那个感染了这些粟米呢就会令个蹄呢都会甩埋的，而那些鸡呢母鸡呢生了一些蛋呢是没有壳的。这个疗剂 Eustalagomidas 呢玉米黑胃菌这个疗剂呢是会令到那个子宫充血，就出现呢就是流血啦。这些呢可能一种是加上有啲血塊，咁呢種係一種我叫 passive 嘅慢啲嘅靜脈嘅啲流血，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用喺子宮嘅出血啦、經期或者產後或者更年期出現呢類嘅經期嘅出血，咁呢個療劑咧經常咧係成功應用喺呢個地方嘅。呢、这個療劑咧，亦都可以幫助處理嗰啲經期嘅不定時嚇，咁或者咧係嗰個出血嘅部分咧，應該係經期嘅時間出血咧，反而咧佢係喺肺嗰度啊，或者腸嗰度啊，或者係經期之間嘅流血，咁加上咧係左邊下胸嘅腫痛。咁呢個就係呢啲就係呢個療劑係 Eustalagomidas 嘅主要嘅
应用 的地方的。这个疗剂呢也都在、有那个产后的、甩头发斑托、甩头发全部甩晒或者是斑托出现的。那就跟另外一个疗剂呢叫做 Sekali 呢黑墨呢都比较相似的。即大家都有、流产的倾向啦，同埋呢是排那些、黑色的血啦，咁同埋呢佢嗰啲经血呢就比较暗嘅，个人呢就会因此而觉得好疲倦嘅。Okay? 好啦，咁呢个係一个 Usalagol 呢，係一个細疗剂，但呢呢个应用呢係方面呢係好清晰好简单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